也在是从1990年开始，而且在亚运会呢也是有夺牌的时机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泰国最重要的空中选手踩到了悬空，所以呢这样的得分线是不成立的。对，包括在踩这个进攻线跟得分线的时候呢，在利用无效的一个动作。对。哦，脚真的很长啊，不过好像是被太。那因为时间是30秒，他一定要完成进攻，所以时间越紧迫，那他就会越积极深入，所以防守者呢耐。对，刚刚的是日本队成功的防守拿下一分。那现在日本队也是第三次进攻，好，他现在看这个日本队故意他的手呢过中线。那目前泰国队这边是5个选手，所以5个选手以下呢是没有得分线的。哦，成功的抓，刚这个没有追击有点可惜了。踢走了，踢走了。因为时间已经要很紧迫了，所以必须要。两队防守能力啊，应该都是蛮不错的。所以进攻的要得分的速度都蛮困难的，是一个球。啊，我们看防守者现在两个手牵手牵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动作这个就是刚刚两个手放掉了，所以就一个人跟一个人对抗的时候呢，很难攻者得力，因为进攻者呢相对就会更靠近防守者。因为没有能够成功的回到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88号这个选手，泰国队的选手，他在底线这个地方做休息，原则上他待会应该不需要尽力去进攻，他就是主要的进攻手。再不注意的话，你的眼神只要固定在同一个位置的话，马上你就会被追击。好，我们看到进攻者踩到红色区域，代表他有接触成功。如果四人防守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手拉着，有时候手放开，另外两个人手放掉呢，那这样子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？我们看到上方的比较告诉他，我们差不多喽，要出发喽。这时候呢，两个的默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培养出来。想要这场波对手，3分分数哦，像亚运这个最高赛事的等级，大概会在这个防守得分。当我们的最后比到2次吧。那因为这个场地很大，所以当人数很少的时候，快过了。对哦，3分，到底要去还是回啊？对，相对来说呢，在防守上面呢，可能更考验到这个队友之间的一个默契了。但是下半场的比赛开始，3分还是4分，然后加上这一次的罗拿分，加上最后一名选手3分，所以整个分数都拉开。对，这两次的进攻，日本队就拿。日本队在踩得分线的技巧是比较好一点。他在做测试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动作，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选手过中线，那这时候呢，泰国队得一分，后面的选手从后面追上来，所以他往中线做折返的动作。好，去啊，往中线。太深入了。对，太深入了。在进攻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你在踩的这个动作被抓到的话，就不会给。啊，你踩完出来才被抓，这样裁判会给得分线，就是代表你的动作完成，很容易造成大量失分。站得好，防守站得好的话，他们不容易失分。不容易失分。对，那你也相对比较有机会得分，就是在移动，像这个一号在进攻的时候一抓，3个人架，超级得分。超级得分。对，他就得了2分。进攻来讲呢，他们没有得分线的得分，几乎都是接触得分。像这个抓奖没抓到，所以那个泰国队得1分，没办法踩得分线，就只能做接触，然后往往都是失分的结果。哎呦，这个锁双脚的话，大概就没办法移动了。
是六号的，他在做动，好，现在在做测试。好，我再测试一次。好，才实际做进攻，他不会第一次就冲过去，因为第一次人家站好好，就比较高一点啦。不过这个进攻的啊，他滑掉了。那他在滑掉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先接触到二号选手，所以他可以到扩大圈干点。对，进攻选手本身这个体能也是要非常非常好啊，我自己经常看，就是有人在这么多个人的防守，然后注意又得从12-25，现在是追到19-25喽。那么日本队这边只剩都拿分了，都拿了，来1+2，三分都拿分。对，你看，还日本队换人，可以抓到，可以抓，这个是。到他的口令停止，然后动作双方动作都停止后，然后就吹哨子。像这个六号刚这个动作，这个啊，还蹲下来就抓到了，所以你不能再错，还在错。对，拼命的想回到点 A。另外是个，看什么东西？哦，可能回不去。还有，哇，被整个抓回来了，拖回去，再不拖的话，可能就要输个3-4。没有踢也没有踢到，哎呦，冲出来啊！如果这一个，走的是不是有点太错误？应该没摸到，没有，摸到他就比他了。啊，被抓到了，啊！脚在做很多的测试步，但是没有破坏队形。回得来吗？不啊！不追！哦，出去了，先出界。应该先出界，没错。明显他就多一个可以得分的机会。好的，双手牵着的话就 OK。只不过3-9的话，就是他的。可能尝试。要。选手，哎呦哎呀！我本来也知道他们会来抢方向。我现在这边四个人呢就没有蹲，哇，这个两只腿啊被人抓到。因为是第三波进攻，所以一定要注意一点。嗯。好，可是这个。三秒钟退回来，但是泰国队也是把握时间赶快冲过来啊！先踩，关1-1。是差不多了。对。听得到。我们一直这场比赛呢，最终泰国呢，